攀达瓦住分子劫机事件的南区分局警官吴英雄，这一年来俨然成为正义的化身，而今天更是代表海港城警方拍摄了一支最新的警校招生影片。我年轻，我是警察，你也可以成为大英雄。紧张，警察，东区分局重案特勤组，沈真。喂，我认识你，我吴英雄。海港城哪个警察不认识你啊？我帮你拍一张来。喂，看这边啊。来来来，来，自拍一个。成功的解救了326名乘客，拦截了劫机的恐怖分子。媒体口中的明星警察，三年搏击冠军，两届射击亚军。只可惜涉嫌放走通缉犯徐达夫，对吗？然后呢？你想干嘛？没想干嘛。我和你一样，都在查这个案，只不过刚好经过这儿，正好看到你挂案了。
知道很轻，我尽量不说。喂，这是我的案子。是吗？哎，刚刚那几张照片算打过招呼了吧？浩克，联络蓝剑士官，请他到三号公路现场搜证。在真正的正义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你加上我就是。我们早就应该死于这个世界上。被时代的逃避审判。这就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光碟。恶作剧啊！是的，这些人都是我们抓不到的重大通缉犯。青春美丽的殿堂，您的电话将会接到警服警官，您身后才能警备。我们临时有案件，我必须要回城一趟，我现在不能过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上一面，好吗？突然消失不见了，我们保持联络。各位旅客，我们即将进站的是高铁海岛车站，列车到站后将开启左侧车门，下车时请系好安全带。祝您旅途愉快。
在看我车吗？想要我载你？凭什么？车头还是轮胎？我车胎不好，有没有别的选择？钥匙。土匪、流氓，名不虚传。怎么看？小心一点开啊，别把我家弄乱。所有连外交通要道，还有去把所有制造爆炸能力的人资料全部给收集起来，不管有前科没前科。有，我这里重要东西放的资料，是，你现在立刻把它画起来。高铁海港站徐真，跨海大桥马天祥，东大桥陈福来，中央车站邵世昌，海港码头高尚杰。爆炸物都是伪装的警车、救护车。爆炸地点呢、都是对外的交通设施。现在海港城连外的道路只剩下南安铁桥，还有离你最近的中央隧道了。如果你要过去啊，要小心一点。因为总局通报，所有的炸弹客都是重大通缉犯通报上面的人。英雄哥，那个最后会有徐大富哦。我记得你以前有说过，徐大富在飞机降落以前就掉进海里面死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等一下会发现，变成鬼兵的徐大富跑了回来，是吧？各单位注意，请注意多多护护警车与救护车。发现，请立刻来场勘查。欣姐，你等一下，我跟英雄哥在线上，把你一起接进来好吧。浩克，你可以告诉我它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讯号源啊。欣姐，你可以把它接上米老鼠，然后用你的手机把数位频率传来给我吗？你等我一下。各单位注意，南安铁桥已遭受不明炸弹客攻击，请所有员警立即前往隧道支援。不在局里啊！快来救他！哎，我俩走不了了！你干什么？英姐，我解读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卫星定位系统群。卫星兵的系统群。吴英雄，你有十秒的时间和你的突击犯朋友说再见。
干嘛？他们停车，我就一定要杀了。我保他们多久不是时间，是地点。慢，快！温柔在哪里？温柔在哪？开枪啊你！吴英雄，你怎么还是不懂啊？你要大停车，你不用杀了他。杀他，他就一定会往前开。一旦让他到了定位点，这个巨岛战备上，海港城就直接封城了。你还是犹豫什么？这样是对的。爆炸点的卫星监视系统，这是真实的。这什么方法啊？他妈的是你想死还是想让我也跟你一块死啊？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啊知道为什么你的人际关系这么差了？做你搭档真的很命苦。哎，徐大夫，我说，徐大夫，你给我停下来！哎，想这个，想这样啊？哎，这是炸弹，马上就炸！说，马上就炸！哎，徐大夫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那上面的时间是骗你的，如果你到了他们让你去的位置，才真的会炸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走一走试一下。好不容易逃走，你干嘛又回来？哟，原来真是你放的，吴大英雄。你以为我想回来啊？我跟小新过得好好的，突然来了一帮神经病，把我们俩都抓了。那小新去做人质，还他妈逼着我吃老宋。我这得去救小晴去。来，要不要我把枪借给你？可以闭嘴吗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。能不能告诉我抓你们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？他们要你做什么？我他妈哪知道？他们要做什么你看不出来啊？他是我的犯人，要问也是我来问。犯人？你放走他之后，他就不再是你的犯人。更况你自己也是犯人。我凭什么是犯人？你放走了通缉犯，你当然是犯人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犯人犯人犯人的？等着这个炸了，我们都是死人。用这个时间先帮我把炸弹解下来呀，快呀！千万别再往前走，别炸了。所有人进入二级警戒。我们是警察。不要动，我警告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喂，麻烦你们小心一点啊！如果你们打中后面那一个，不管你们在运送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我相信都会没的。哎，小心小心！队长，车里面装了很多炸药。把你靠起来，送回总部。哎、说什么、哎？等一下，靠！哎，不是我们的炸药。我们真的是警察，不是要拿你们东西的人。
还我！小鬼子！反正再过五分钟我也打得来。再过五分钟都打完了。不是你的敌人，冷静点，我不是你的敌人。把东西拿出来。区分区的，就躲在车子后。你真的是个很难管理的警察。我用了警觉系统通知你回去，结果你居然出现在这里。应该是他，大英雄，你的正义是不应该被彰显的。整个南区分局，你让副白白牺牲了。我追你追了快三个多月，我本以为你是个多么高明的罪犯，炸了那么多地方，只是为了抢东西。你们的思维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激怒他，激怒他，然后呢？先激怒再说了。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如果你们愿意把武器放下，准备投降，我会考虑放你一马。去把他们抓出来。知道炸弹一拆就爆，你们要是开枪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谁跟你同归于尽啊？我还想活着呢，那又拿我当靶子，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们是选择同归于尽呢，还是乖乖投降，让我们走？啊！既然这样，不就没得谈了吗？竟然还对你们这么笨的事情！打我！开我这枪！什么？开就对了。Thank you.
怎么办呢？亲妈的这个。文一问。完了完了。真的完了。哎，你放心，还有机会。快帮我把力气沉。你干什么？捡我干嘛？送进去！我刚差点死在里面，爆炸的碎片从背后穿了进去，对吧？压住伤口，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去救小星星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外环九号公路水泥厂区。他跟所有的通缉犯家属关在一起。我能救得了谁呀？啊，等救护车来再说。不能等，我他妈。熬了一辈子来的幸福，我他妈再等就没了。依照目前的流水量来看，不到十分钟就会休克，更不用说保护性命。他妈的，刚才就闻着有臭味，原来是你嘴臭啊！你先去弄台车。小青怀孕了，七个月了，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。我腿好麻呀！你答应我，帮我把小青救了。我会把他救出来的。你肯定能把他救出来，你他妈连飞机都救得下来，想想也值了。怎么说我也跟小晴过了是六七个月的好日子。好不甘心呢，我好可惜。
南区分局被炸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所有的行动都要在我监视下来进行。组长，分局爆炸，摆明是他们冲着我来，我得追下去，不能再让伤亡扩大。英雄哥，我跟你一起追下去。追下去要追到哪去？你白白害掉自己生命吗？你怎么到现在还学不会怎么办？办案子不能靠蛮干，不能靠冲动。至于徐达夫他会出现，以你现在的身份形象，你知道会带给你跟整个警界多大的名誉上的损失吗？都这个时候，你还要顾什么明星警察包袱？哎，你去哪？这是法律的问题。我那个家伙是死是活，你都要被接受调查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跟警察这么多年，没认识几个笨蛋，不能让你自己害自己。组长，你的钥匙交出来。组长，你哪都别想去。哎，陈组长，东区分局陈真。哎，请问大名？哎，叫什么你？英雄哥。你说一个警察和一个通缉犯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啊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看他这次真的死了，应该回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走个屁！对，徐达福是我放走的，没错。对，在法律上他是个罪犯，但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人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为海港城付出了多少，没有人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陪我上飞机去救人。在你眼中的通缉犯，他是我的搭档。你这种人永远不可能理解失去搭档的感受。那么激动干嘛？如果我不激怒你，我相信这些真相你永远说不出来。我必须得离开这里，我得去救杜小姐，还要抓住那群王八蛋。帮我。说什么？帮我！海港城大英雄向我们说，那这样就不好玩了，是吧？喂，那你这一次肯定不止赔一台车。收到我给你的留言吗？让我知道。让我知道你是不是骗人。
先固定住，胸带接起来就没事了。涛哥，你有需要什么吗？电脑，给我电脑。现在有人表达身份或提出任何谈判条件吗？报告署长，目前没有，但我方已就火箭上电子讯号进行追踪，一旦追踪到讯号点，会立即派黑鹰特种部队进行拦截。务必拿回 EMP， 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了解。完成任务是我们唯一的目的，我们一定会拿回火箭。保护证人正在经过安全通道，马上就到会议室。好的。特种作战师少校联络官罗永贞，今天找你来是要请你说明夜行者计划。你没有权限跟我讨论这件事。事过安全紧急事件，优先等级五。今天在海港城发生一连串的爆炸攻击，我们强烈怀疑是夜行者策划的。他们是暗杀型的武装部队，目前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任务惯性，我无法回答你。从军备局局长的手机里发现的，手上的标志就是夜行者的徽章。他们现在已经抢走 EMP 和启动密码。什么？你们买了 EMP 飞弹？你知道他劫走飞弹想做什么是吗？请你马上送我离开，而且是离开海港城。好，我可以派大量的水壶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只要你回答我，不告诉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从他最后一次任务消失到现在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我被软禁了一年多，你期待我现在告诉你什么？告诉我剑士手是不是那叛逃的指挥官？失踪的生化武器鹦鹉抗击就在他手上，是不是？如果真的是，我们就都完蛋。他同时拥有电磁脉冲弹和生化武器，你听过枯草计划吗？喂，出现不会关静音啊。喂，吴英雄，我是蓝心。你还好吗？分局情况如何？伤亡目前无法估计，可是小绿跟浩克已经被救出来了，然后有一件事情应该要让你知道。刚刚浩克解析出来嫌犯所使用的定位系统是一种军方在使用的系统，另外我们还拦截到消息，军方还派出了最强悍的黑鹰部队前往外环九号公路，我想应该也跟这次的事件有关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自己小心。又知道什么了？黑鹰特种部队也来。哎，哎，哎！我跟你说，军方从来不在乎牺牲。你知不知道过去的五年里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行动当中啊？我们就这样拿着手枪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你认为他们第一个会干掉谁？哎，你等一下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一面要应对歹徒，一面要防止黑鹰部队。喂，你真以为你是超人？队长，发现两个人在小区外徘徊，他们行为状态应该是警察。警察不去指挥交通来这里干什么？报治安还不够他们忙啊？徐凯，你直接去拦截他们，必要的时候就干掉他们。收到。就这儿。还是换别条路吧。喂喂喂喂，热感应显示敌人共有六名，各分布在 AB 两区， EMP 讯号源在 A 区，由一二小队负责解决他们，第三小队到 B 区歼灭控制室的敌人，其他人跟我守住制高点。
直升机护送你回内陆的作战指挥部。我要去启动 EMP 防护中心，也许 EMP 发射了，只有那里才有电力保护全程的资料。我会直接跟部长报告情况。把枪放下，我们是警察，这里不是你们警察可以应付的。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让我们协助你们。我们的任务是歼灭敌人，如果你妨碍我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把枪放下。犹豫什么，让你放就放啊。他在救人质，快去啊。EMP 防护中心启动程序，授权人军面作战署署长胡志刚。请长官出示授权代码。授权代码 PG00347。是，启动程序准备，授权码确认。EMP 防护系统启动中。各组组员注意，异形正是跟我们齐名的部队，在最后一个敌人倒下之前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秒后进行攻击。我不知道妨碍你执行任务，但是我必须把人质救出来。我们根本没有侦测到人质。伪装的。第三小队回报状况，发生组织。第三小队，快回答。队长。我们守护，水泥厂通通埋伏。报告署长 ，EMP 火箭控制组长要求进入，说是署长请他来测试火箭。庄组长 ，EMP 的启动钥匙带在身上。是的，报告署长，是你带我带身上。我开门让他进来。拜托，你快支援！you
撤退！EMP 防护系统密码验证中。火箭钥匙和基地都到手了。急着把电脑组起来，他在查些什么？欣姐找到那个卫星定位群组啊，既然可以追踪炸弹爆炸的位置，地面一定有个监控的地方，沿着这个源头查，搞不好就是破案有用的线索。那你找到了吗？
有好多的关卡要解决，我得找好多骇客朋友一起想办法。你知道军方花了多少钱才研发出那个无人飞行攻击器吗？就算把它弄坏了。就是为了彰显正义。有一天你就会明白，所有对立的事物都是共同存在的。不是共同存在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消灭你这种人。我见了人之前都在迷茫，除了杜小晴之外，你如果想要阻止火箭发射，按下这个开关，火箭自然会被你炸毁。玻璃的杀机和无辜的人质，拯救世界只需要付出代价。我会让你后悔你没有杀我。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不要浪费你最后选择的机会。只是这一个忙碌的世界，黑夜降临，与黑猴终究看不见黎明。到底想干什么？枯草计划？什么？首先破坏所有的文明和科技设备，让敌人失去抵抗和生存的能力，然后再使用空三星的生化武器，让被攻击的人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情况下自我毁灭。我是警察疏散人群。然后更可怕的就是，一个城市受到这样的攻击，五年之内都不可能复原了。唯有大量战争的废墟，才能让我们这里的百万人民给你我不双生的奇迹。1918年，流感病毒。2000万人的死亡，提早结束一次世界大战。叫什么爬得上去啊？1430年，黑死病，7500万人的牺牲，开启了瘟疫复兴。今天启迪入目的时刻在杜白林，这上面就会来不及了呀，还有时间啊！蓄势许的黑死病入康集即将来临，目标会释放你，真正的自由，清除所有的罪恶。干什么？还剩5秒了，火箭不能发射。毁灭就是重生的开始。
是黑衣店总部队黄世凯，听到请回答。违纪法，此刻起我是总指挥官，统领各单位最高指挥权。报告目前状况吧。报告总指挥官，已经失去城内联络超过两小时了。目前电力、通讯以及联外交通系统皆已中断。内陆的支援部队什么时候回到？目前不能派出支援部队。不能派出？估计敌方是启动了枯草计划。生化病毒将开始立即全面扩散，一旦扩散展开了，海港城内的人畜将无一幸免。关于那个生化病毒，我们还知道多少？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化武器，发展研究人员全都离奇失踪了，甚至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伊鲁康吉的存在。这伊鲁康吉就是国际间一直在谣传由我们出资研发的生化武器，是吗？你真的以为他精心安排了这么久的计划会因为你按下开关而终止？有一度我也差点掉入他的陷阱，以为按下开关杀了那帮人就可以挽救整个海港城。来，别难过了。我没难过。 EMP 火箭已经发射出去，我们必须要阻止病毒的散播跟救回小青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他们。哎，你说你没有我你怎么办？伤口好像变严重了。来，新的药膏，医疗小组的人等一下会过来。哎，欣姐啊，英雄哥到底回来了没有啊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哎，停电之前啊，有追踪到监控炸弹的地方，可是坐标很不完整，而且分局现在忙成一团，根本就没有人要理我。小瑞有地图吗？啊，地图有有有，这个这个这个。地带哎，何况是现在这种情况啊！这是官邸会议室的专线。各位长官晚安，你们正在一筹莫展吗？愿意表明一下你的身份吗？陆军暗杀特种部队夜行者训练官。不可能，夜行者的训练早就关闭了。那看来就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了。这个专门替他们清除异己的单位早就悄悄复原了。军方偷偷的研发生化武器伊鲁康吉的时候，就是派夜行者去消灭所有的人员跟证据。只是很不巧，当时我父亲也正好在调查这件事情。军方收到线报之后，竟然派我去杀我父亲，考验一个军人的忠诚度。你们军方到底还做了什么事情没让我知道啊？这回他们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静静的等待你们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。
统统回到你们身上。各位，黑士兵即将要回来了。指挥官，他们会封城。总指挥官，我强烈的建议现在立刻发动军令，全面扼守已经中断的连外通路，严密的防护，确保海港城不会有任何人走出来。否则以一路抗击的扩散力，一周之内海港城和我们MP 爆炸以后，破坏了所有的电力和通讯，但是只要他们使用车子和电力，就会发生电磁场。所以呢，你得到博物馆爆炸的东西。我们被勇者已经带来屋顶的时候，我闻到很臭很臭的味道，地板上都是水，就是下水道。只要能找到运送他们的下水道，霍尔探针就是现在唯一能够侦测电磁场的东西。终于有声音了。
有了吗？信号越来越强，应该在这附近。找出口。哎，这里有锤枪手。那个疯子把杜小晴从人池里面带走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敌人的巢穴就用这个。
哎，机长！你帮他还是帮我啊？去哪儿？我刚在这里发现电线。这里竟然会有电。英雄哥，徐达夫，还有那些通缉犯、炸弹客，所以那些。已经死了，我亲眼看他下葬的。7月5日，鲁曼博士又打电话来，他说他会有危险，他想把伊鲁康吉的原型培养城市交给我。妈的声音。他说万一他有什么不幸，城市有病毒，也有对应剂，那大家不会束手。只是我觉得军方已经开始注意我了。尤其我找到了有关夜行者的一些资料，但是我最担心的不是，我担心的，如果真的是西恩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起诉他吗？
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梦。这件事层级牵涉的人太多，所以很难完全去说得出来。等一下，从这里。星姐，你赶快过来啊！来不及了，回分局请求支援。走啊，快走！病毒是用活体来培育的，那等到演化完成，就真的成了活的生化武器了。自己介绍一下，你好，杜小晴。我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干这一票，我完全都是为了这个人。不行，你先走。走，小青，小青，大夫让我来接你啊。看来你没有按照早上跟我约好的时间出城去等我，对吗？亲爱的妹妹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的声音怎么了？军方想杀我的决心已经强大到连化学武器都用出来。这一年多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一切都是你对吗？为什么？这地方是爸爸死之前留给我的，还有一路抗击，大一正在这里做追查军方的秘密工作，以为躲得很安全，可是还是被军方派人杀了。所以这一年多来你都在策划所有今天发生的事，你以为你在复仇，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？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懂这是个多么伟大的计划？那些叫做必要的牺牲，人类在大量的死亡面前才会真正的反省，真正的毁灭之后才会开始重生。我把计划做得这么的周详，你应该要以我为荣才对。你疯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是蓝希恩，你不是我哥哥，他一直都是一个最勇敢最正义的人。我要逮捕你，如果是爸爸的话他也会这么做的。爸爸不会这样做。凯翔，
快枪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你相信我，明天你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。进度，汇报病毒演化进度。Over。再检查出来。找到了，他很安全。这一年多来，我每天都听到达夫说你们拯救大飞机的故事，说到整个村子的小朋友都知道了。我徐达夫在外面混了这么久，你知道靠的是什么？就是义气两个字。没有万一，我死都会抓住你的。达夫以前从来不跟条子说再见的。小青，你体内的病毒目前没有任何可对应的方法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销毁。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销毁病毒。你的好用力哦。孩子保得住吗？那达夫呢？总该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吧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徐达夫被送到哪一家医院，目前整个城市的对外通讯设备都已经瘫痪了，就算现在要出去找的话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对不起。吴警官，你一定找得到达夫，跟他说是个女孩，你告诉他我这一年真的过得很开心，要不是他这么勇敢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幸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要让我们痛苦，我不想吓到肚子里的宝宝。谢谢你们。哎，到底要去哪儿？找徐大夫，至少让他们见最后一面。
我不是已经和你说了吗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又怎么样？你要我待在这里看着他们杀了一个孕妇吗？英雄哥，你要找什么？英雄哥，英雄哥，怎么了，小绿？我和欣姐发现了监控炸弹的那个人。如果我们抓住他，或许可以对病毒的了解更多一点。走，快带我去。英雄哥，你让我去支援吧。你留下来太危险了。英雄哥，我是因为你才报考警察的，我跟你一样认真。你带我去，我一定能帮上忙。我把杜小晴交给你，帮我保护她。告诉组长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别让任何人动她。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。走。注射了一针，是病毒吗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这么做，因为他是蓝西安，他是我哥哥。你的意思是病毒有抗体，所以他打在我体内的应该是对抗病毒的疫苗。我是谁？我是浑身热海洋城中心的谁？地点都是对外的交通设施，这个隧道在被炸，海港城市出现太强了。请上海里封锁海港城释放病毒，然后只有他一个人有解药。一旦有地方培育出足够的疫苗，他就成了真正掌控权力的人。吴英雄，我知道要去哪找了，全城应该只有那里有地。组长，15分钟后他们会派人来销毁。没事。
病毒也被他们带走了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卫星正在追踪他们的位置。那开始扩散了吗？这我们也不敢肯定，那个孕妇看起来还没有演化完成的迹象。哦天哪，那就不仅是个孕妇。卫星的画面进来了，而且追踪的目标也停止移动了。这是 EMP 的防护中心啊。我的位置现在距离很近，可能找到 EMP 最后发射的地点。这里是黑鹰特种部队黄世凯，最后一次发送讯息。再过十五分钟后抵达交界海域，我将会架好火箭，随时准备攻击。他们今天一定会有动作，做好准备，随时还击。收到。病毒的活体还没有演化成功，照这样，干脆把 EMP 防护中心炸了，这样子的话，病毒就不会散出来了。莱西恩也就不存在了，一举两得啊！派战斗机去把他们炸了。遭受电磁脉冲的城市，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完成重建呢、啊。而这防护中心的作用就是保存所有的资料档案，这是保证所有人民能够重新开始的契机。这也是他的计划，他以为我们不敢轻言把它炸毁。倘若真的被敌人侦测到我们的攻击，那他再发射一枚 EMP。我们内陆跟派出去的战机也就都完蛋了。EMP 火箭发射程序启动。到不了顶楼吗？电梯只能到100层，咱们没有直升飞机，想要到控制中心的话，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路。你最好是对的。还是换别条路吧。你不是说是唯一条了吗？跟着我，沿着这个往上爬，没掉下去，掉下去就没了。这里有100多层啊，难怪你没有搭到。现在。
在我们不炸 EMP，EMP 就来攻击我，病毒就会扩散开来。现在正是个机会啊！刚接获黑鹰特种部队黄世凯从海港城传回来的消息，他利用敌人的对讲机找到其他 EMP 的位置，应该可以来得及阻止他发射。好了，大家所担心的第二个威胁已经解除了。我反对攻打，没有了这海港城就真的完了。要不然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让病毒扩散出去吗？好了好了，各位，城市是由人建造起来的，只要有人在，只要有人还活着，我们就不应该害怕重新再来。而且我们也经不起病毒扩散所带来更大的牺牲。所以让我们向所有为这个城市牺牲的人们献上最高的敬意。攻击空军部队准备炸毁 EMP 防护中心。这就是跟我们齐名的黑鹰特种部队啊！不过现在只剩下一个。德官，病毒化机的女大半95%，预计在10分钟就会完成。怎么高林又爬了上来？欢迎加入这神圣的时刻。南希，你醒醒吧，信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我同情你的遭遇，但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正义。正义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，不是你用来杀人的武器。收手吧。你想怎么阻止我？到底仅有我的一点勇气吗？有一点勇气我就掐死你。一有机会就去拿对眼睛。一个人行吗？别管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拿到对眼睛救出小青。好。
请取消发射，请输入密码，请再次输入取消密码。确定取消发射，发射程序取消。30个小时的轻型直升机驾驶经验，这趟开完就不一样啊！电子弹体修工出击。蓝心，跟我走！你想逮捕我？人类的法律是不能制裁神的，病毒已经演化完成了，想要在目标区去拉扯，被他拉得快起飞啊！喂，吴英雄，快上来啊！大龙兄回答了，吴英雄。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我。
够了，疫苗没了，我们成了千古罪人了。哎，那什么脸？哎，像我那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？啊，全世界唯一一个玉帝。给我！拿来！小心我拿来解药。这是黎明作战小队战机代号 A， 黑色直升机，请立刻调整身份。这里是东区分局陈真，南区分局吴英雄，我们拿到对应情报，病毒危机已经解除。重复，病毒危机已经解除，请不要攻击。还能在这里，是因为人类的智慧。不过也因为相同的原因，我们差一点毁灭。当我们很习惯用经济、用科技，甚至用口号来建造城市，来彰显我们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却忘掉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信念。这次我们算通过了考验。那就是我自己。东南区发生重大案件，请附近远警前往支援。终于找到你了啊！我每次出门我都想到我的车。你行啊，给自己搞得也开心呢。我的车是在执行正当勤务的时候损坏的，分局当然赔给我了。我也是啊，可人家说我那车是人为破坏，不予理赔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！哎，那不是你问题，我问题。东南区发生重大案件，请附近远警尽快前往支援。东区分局沈真，南区分局吴英雄，马上前往现场。走啊，那什么，总得送货去啊。